yourself securely back anytime the seatbelt sign is on, and even if it's not issued to any crew member's instructions. Smoking. 又来达拉斯啦，我们今天要去达拉斯美术馆。之前其实去过一次，但是上次我们来没有好好看好。但是上次我老师来我们家玩，然后跟我说觉得达拉斯美术馆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所以这次专门再过来看一下。看了一下，我感觉还可以，挺大的。哇，居然不要钱，不要门票啊！哇，真是德州果然是富人多啊。我蛮喜欢的，但像他这个画明显就是没有画完，但是他根本就不是很在意，不是很 care 画不画完这个事情。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就主要是比较注重这个事物的边沿的 位置，他把这个边沿画得很粗。莫奈他就明显就是就在那个 Giverny 那个法国巴黎旁边的那个地方，他自己修了这个花园，然后他的故居27年都住在那，然后就画呀画，你看就是一些倒影啊、杨柳啊、波纹啊什么的。这个地方以后我肯定是要去的，就挺美的嘛。就是世界名画系列，德加嘛，就德加他在画那些芭蕾舞者之前，他也画过很多这个赛马的人，他很喜欢去看那个看赛马，对，他就喜欢画这种运动的东西，人呐、然后动作什么的，就是后来的舞者系列也是跟这个很像，他喜欢画就是有点透明的这种色彩的感觉，然后有动态的，对。这又是一个莫奈。然后很明显嘛，就是你看得出来它透着那种粉色，那种粉紫色的这种感觉，就说明它已经是比较晚期的了。它那个时候得了是什么青光眼还是白内障什么的吧，对，它当然是追求那个印象了，但是它其实是因为它得了白内障，所以它看东西都有点这种雾蒙蒙的，然后淡紫色的这种颜色。哎，对对对，就是他画那个人物还有那个光线的颜色特别特别好看，对。你觉不觉得这个水池的这个光线反射的简直绝了。就蒙德里安画的全部都是这种线条啊，然后色彩啊，就是红黄蓝什么的，它就叫风格主义。风景画就是很比较传统的，但是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往象征主义发展了，就是它的用色还有它的这种几何的感觉就出来了。就把这蒙德里安的作品和包豪斯他们这些放在一起就很合适嘛，因为他这个风格主义就对后面的工业设计啊、什么家居设计啊、建筑设计啊影响特别大。这个声音你知道吗？看一下，就是毕加索的自画像 ，Pablo Picasso 什么 Picasso 那你刚说什么？皮卡丘 ，Pablo Picasso。这个是 George Braque 和 Pablo Picasso 是同样一起时间在巴黎探索立体主义，很多时候他们的作品99%都非常相似，但是因为毕加索比较出名，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更为熟悉毕加索而不是布拉克。贾克梅迪的瘦长鬼影，俗称最让人吃亏的合照对象。哇，这是我最喜欢的玛格丽特。
原来是看不懂康斯坦丁嘛，现在觉得真的还蛮好看的。就是我要是有钱的话，我就买一个这种大理石加金属的，然后放在家里，真的特别好看。前几天正好看了几个这个纳比画派的，法国纳比画派，就他们都很追求就是故事性、预言性嘛。这个人你总认得吧？就高更嘛，高更啊，后印象派三巨头之一高更，以画大西地女人著称。就这个梵高从来没见过，梵高就这张，但是就画的有点乱糟糟的，我感觉。就是应该是一个起风天吧，那你看那个都是点点嘛，但是它跟这个点彩派比起来的话，点彩派明显就讲究很多，严谨很多。其实就是油画版美图秀秀的年代，哎，其实这个挺好看的哦，就蛮性感的。这个房间是一个他们这边的一个大的藏家，也是把这些作品捐赠给美术馆的这个藏家，他当时的一个书房的一个仿制，就可以看到这种和书本和艺术品生活在一起的这种令人羡慕的日子啊。难怪我觉得这个画画的好丑，你知道是谁画的吗？丘吉尔，就那个英国的那个丘吉尔，就是他的业余爱好是画画嘛。然后，对啊，你看这还有他的抽烟抽的那个雪茄，还有，哎，这是个猪吗？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油画的颜料。就特别中国嘛，就是无论是这个神态啊，就是人物的组合，还是就很像小时候看的那种连环画的感觉，有没有？就感觉日本真的是蛮受中国，尤其是大唐文化的影响哦。就是不能穿新鞋来逛美术馆，太累了，走不动了。就所以后面像有很多，那种非洲艺术啊、大洋洲艺术啊，还有一些宗教艺术就不看了，就以后再来看了，反正这个美术馆也不要钱。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给我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